大家好，我是莹莹，我现在在浦东陆家嘴中心这里。今天本打算站在陆家嘴这边，从浦东往浦西的，但是天空不作美，一出了地铁站，外面开始下雨了。你看，大家都打着伞呢。但是呢，从这个角度看的话，陆家嘴依然很美丽。很多人都说南方的气候真的很难让人把握，就是这种阴雨天啊，说来就来。我身后这是上海中心大厦，我看他的话脖子都会扭断的，使劲仰着头看。Thank you.